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哈！我是今天贵州服务招揽解说的阿管，刑警就是志工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文车站哈。北文车站呢，日据时代呢，称为北文地，半蒙家哈，北文地哈。它在1910年啊，在1910年就已经建造，1910年之前就已经建造完成了啊。那之前呢？它是在日据时代呢，文化初年呢，它是1933年之前的，它是上阿里山的起点啊。然后都会在这边上车，在1933年的时候呢，才从嘉义哈，基本上改为在嘉义啊。那我们前进的右手边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到一栋大楼啊。这栋大楼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VOC 给这个嘉义的地方的建设公司红都建设公司啊VOC 给他的啊。后来因为呢，这个先修复啊，森林火灾先修复了。今年已经解决了哈，已经大家已经和解了哈。然后呢，就是兄弟兄大饭店这个规则我们已经解释了哈。还有我们前进的这个城郊道呢，就是我们的忠孝路哈，忠孝路要打光了啊。往右边呢，就是从北上的这个中环线啊，从左边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菜东市场啊，东市场是我们嘉义市。嘉义市非常有名的这种各种在地的美食各种在地的美食都在那边来嘉义市呢，东市场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如果想要享受美食的话东市场是不能错过的各位，我们现在呢，在各位呢走一般正班车不会走的路线这是我们的嘉义车路线这是隐藏版的那我们这边看到的一台 CL31 的跟着在这边走去然后呢右手边这栋三层楼的大楼呢是我们的修理工厂我们所有的机关车车厢都是在这边维修都在这边维修的那我们前进的右手边这边呢还有一台看到一台32号的蒸汽火车头对了，当时他证据我说的本来是在放在那个主体的清水公园主体的清水公园在108年108年回娘家的话，因为这是公园在主修，所以呢就把这个32号呢带回娘家的话，就不再借给日据三公所了那我们前进的左边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珍贵的古老的这个车厢，还有蒸汽火车头包括曾经创下上阿里山最快速度的2小时50分的中心号还有我们现在呢，前进的右边这边呢有台淡蓝深蓝色的这个车厢呢，就是从林东。林管村那边过来的，还有这边有展示了一台18吨的18吨两个气缸的，还有28吨三个气缸的蒸汽火车头一字头的那号码一字头的都是18吨的二字头三字头的都是28吨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隐藏版的路线这边就是我们车库以后车库线我们这边呢就我们的机关车在这边呢会做一个简单的维修简单的维修，还有列车的调度列车的调度也是在这边还有列车呢那 Kia 之间呢在行走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会打滑，它的摩擦力没有那么好有时候打滑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司机也就会从我们的机关车那边呢把这个土滑沙这种土滑沙不是一般的沙子这种土滑沙是特别的那个就是那种细沙把它喷在这个铁轨上面喷在铁轨上面增加我们车子的那个摩擦力这样才不会打滑那我们现在呢巴库呢要进入主线我们现在要巴库进入主线呢然后呢才能往
经络是从嘉义行走啊，从老家山前进啊。那刚刚那我们停车的地方的右手边还有一个洗车场，还有一个洗车场。那个洗车场就是我们的列车要营运完成了啊，今天的工作做完了，营运完成的啊，就要进去里面啊，抓洗做清洁的工作哈，预备昨天的这个服务游客哈，啊这边呢我们就是我们的以前日本皇亲国戚要坐的红色的那种贵宾车哈，我们现在的这个快木列车，我们现在的快木列车就是仿效那个日系时代的皇室要乘坐的那个车厢啊，往下那个车厢而来的哈。那我们前进，我们的左手边这边有看到，那辆两节连在一起的红色的车厢呢，就是我们的中心号。啊，它中心号就是它自己本身有动力哦，它自己本身有动力啊，两节车厢都有动力啊，它两节车厢都有动力，只需要一位司机而已。谁啊？不要调理，中心挂一节没有动力的车厢，他曾经放下，从嘉义到阿里山2小时50分的记录，到目前我们的各种机关都没能打破他的记录那时候因为要跟71辆阿里山公路通车的嘛。我们临检的载客量呢，一落千丈。为了要跟公路竞争呢，所以呢，开了这种直达车，中间只有停靠差不多问题而已小问题就是，然后就直接开到阿里山了我放下2小时。在这边会有的地方，就是这个路桥，就是这个路桥，右手边可以看到。
就比较广的地区，它距离也比较小，或者比较短啊。他们的台北的那个轨迹呢，啊，两根铁轨的距离呢，啊，是106.7公分。那我们临北的这个轨迹呢，只有76.6公分而已啊。所以呢，跟标准的这个轨迹呢，143.5公分来讲。标准的轨迹就是现在的那个高铁啊，高铁还有捷运啊，他们的轨迹是标准轨啊，143.5公分。那我们76.2公分是它的一半而已。那台铁的是它标准轨的1/5。所以以前跟台铁的铁轨是，台铁的车列车呢是，去过那家，那临铁的列车呢就称为火红那家。啊，火红那家除了我们临铁之外，还有长铁哦，长铁出矿，哦，以前在矿产的那个三元厂的那个矿产啊，是火红那家啊。那个全世界，以143.5公分啊为标准轨，以它以143.5公分宽的称为宽轨，143.5公分窄的称为窄轨啊。来，我们的加油车站，已经到了哈、来啊，刚好借过机会，问的非常有机会，讲的好。啊，那边停靠了两台那个台铁的列车，那、我们的列车，我们的快木列车，不是平常都有在开的，